在市区这个价位只能买到一间公寓，但是同样价位在这里却可以买到一栋透天。虽然这里是地上权，但我可以拥有房子的自主权，那未来还会有增长的空间。房价连年上涨，现在民众由租转买的意愿提高了，尤其是地上权的住宅房价比市价便宜了近三成，而且大多都位在精华地段，因此让越来越多的政商名流把自产的选项移到了地上权的建案。传统买房迷思普遍认为地上权住宅持有时间越久越没价值，但这个老旧观念已渐渐被破除，买对地段一样能期待增值。其实现在买房子的观念呢，已经逐渐跳脱了以往有土私有财的观念。我们以台北信义区的非常知名的地上权住宅叫做台北花园为例，它曾经是星光的董事长吴东进，那以及呢艺人的费玉清，然后等等的庾澄庆，然后他们曾经在这边有当过他们的住户。我们在20年前的时候，一平大概45万而已。那现在20年之后，每平涨到80到100万之间。其他知名的地上权呢，包括像是台北金站，然后金华 DC 以及河畔皇家之类的，其实这些房子呢，它的涨幅都大概有30到40% 左右。再来呢，因为高雄最近啊有一些脱手地上权案子，其实涨幅也达到了33% 以上。所以其实呢，只要是越好的地段，它也是会随着时间而增长，并不会因为地上权关系而让它的价值性变更低。看好地上权住宅在市场上的优势，深耕房地产40年的力宝集团，近10年来在全台得标49笔地上权开发案，采先建后售，成屋品质看得到，让民众减轻房贷负担，一圆成家梦想。台中五溪是近几年的房市热区，力宝集团在这里打造了52户的地上权电梯透天住宅，且拥有广大的中庭花园跟休闲会馆，还有4间大主卧套房。重点是价格具有市场优势，它就是属于一个非常低密度开发的别墅特区。那再来，它又有存有一个会馆，你的公设比其实又几乎没有占到你的公设。会馆就是建设公司这边做好之后，我们让住户来无偿使用。因为有了会馆，所以我就会有了物业管理进来，就是我可以享受到独栋自己有天有地之外，再来我也可以有所谓的物业帮你去做包装。再来是它有双商圈生活便利，除了三井outlet之外啊，其实它有文昌路以及文化路两个商圈。那再来是它的对外交通非常的便利，除了我们的台湾大道之外，还有台61线。那这两条道路其实刚好纵贯一个台中的中段南北。那产业的部分，因为它临近台中港2.0计划，未来会创造50000个工作机会。其实现在港区会看到很多外国人，其实都是属于风电的专业技能工程师，有机会打造成台湾的新能力。开始是因为市区的房子的话，如果以一样的价位，可能只能买得到一个公寓3房，但这边的话就可以买到一整间透天，就会觉得说，使用上空间会多很多，也觉得说住公寓室其实你也是拿了千分之几或是万分之几，所以其实地你也用不太到。那如果以一样的价位，然后也没有办法拿到地，那我选择透天。再加上我们自己社区中间有个会馆，有一个中庭，就是觉得生活机能，然后还有环境各方面都会觉得很舒适。很多人说买不起房，但事实上呢，房价通常是贵在土地，而像地上权住宅呢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就是屋主可以买房不用买地，所以呢价格大概是市价的7折。而且呢，这一些地上权的住宅大部分都是坐落在国有地，这些国有地呢又都在精华地段，所以等于是用买得起的房价来享受便利的生活机能。像地上权的住宅呢，屋主他有自主权，可以装修，可以买卖，可以出租。单身族群啦，或者是退休族，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资产选择。而且呢，他不用缴地价税，未来转手也不用磕土增税。现行实施的第三代地上权住宅由建商负责维护管理，为居住品质把关，比起继续租房帮房东缴房贷，更多人愿意以负担得起的价格入手地上权住宅，现享更大的生活空间尺度，未来还有机会期待增值。